要花多少？你自己换。等一下，我又怪又怪又怪，我们不能全部人都在换友，还是要人打怪。有，我打。为什么身上？为什么这边会有两个地狱幽灵啊？圣怪丹丢一下。嗯。快点，趁现在他们在乱了，快！我丢了一大堆幽灵神符。好吵的，这是精神攻击，超死了，精神攻击，死了一只，我们的僵尸是不是不够啊？女巫，我丢，死斗影月跟哈记，贯穿奴记得，他好像有力量哎。那就精神攻击啊！好吵，吵死了！换我们了吗？小雨，求你了，小雨，声音有点大，小雨，音乐等一下。大叔，你知道对的，你要死，对，你要死，大叔。不行，有，我在打幽灵。你被鬼爸炸！他们被鬼爸炸死了。你动手！他们剩一只，他们剩一滴血，我们持续放怪，有！我给他们智力测验板。我们刚刚打到怪，赶快全部都丢下去。好。我们也有智力测验，记得去用。智力测验。对。要找压力板，等一下，怪物有点多，孩子啊，活下去！等一下，什么？还有压力板吗？自己声音开始了，现在才开始，对，要开始了。压力板，记得。等一下，我看到了，现在我们才开始，现在才开始。好，我找到了，我踩了一下。还有一个我看到了，我去，你踩到了，苦力怕，快点撑住了，小雨，十秒力量加成，放我，一群刺客为用，打，稳动，等一下，我来了，女孩，不想看你受一样的伤害，加小雨那边在开 party 啊。等一下，救小雨啊！救小雨，帮你！救小雨！可以，我先。继续，我就是丢蛋给他们。好，等一下，换我了！来了，奇怪没有？奇怪的，苦力怕快炸！远古守卫出了，奇怪了，赶快举盾，军团，等一下，有点多，怪物有点乱了，等一下，好甜，哎呦，我叫个铃铛，再叫，吵的，吵死了。等一下，铃铛，哇，守卫，远古，我被打了，哦，远古，你们精神攻击吧，你们，我死了，我丢一道移在他们那边了，我的头盔爆了，啊，繁星，我打死，你们不要死哦，我来了，这样，繁星来那个了，来清场了，来吧，有牛，等一下，这里有牛，牛死了，我怎么不起来？等一下，那个谁，我来了。我被洗了。你在哪？张文正吗？我在角落。
力量没了！我没办法救命啊！还有，换魔者！哇！这！OK，活下来！普利帕救我！你用打他！灵动集团，灵动集团！普利帕救我！哎，等一下，小雨！我的天，他被吸了！我被吸了！啊！我不吸啊！我不吸啊！ 我要死了！我要死了！还一条命，为什么？没有没有，因为鱼还没走出来，走出来救他们赢了。哦，我要重生，这结束了。直到即将开始，我要死了！我要死了！还一条命，为什么？没有没有，因为鱼还没走出来，走出来救他们赢了。哦，我要重生，这结束了。直到即将开始，我要死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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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死了
了！哇，我死了！哇，好了，你们出来了啦，你们出来了！所写啊！太霸气了！哦，对，好，要一个一个丢，我刚刚太紧张了，我错了。什么一个个丢？但要一个一个丢，不然只会一次。哦，真的、哦？嗯，你要一个一个慢慢丢。我是哦，哦，真的哦。直接丢一组，我直接丢一组，直接丢一组，好像听说好像是只会生一只，对。这游戏好累啊！哎，游戏时间怎么那么久啊？对啊，好久，太多了。哎，现在我们可以先清怪吗？用子啊，有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终于，哇，游戏怎么打转转转？好累哦！我觉得今天可以玩一个四场，有没有？结果今天才两场，差不多。他说十到三十分钟，我们玩了一小时啊，还是我们太会生了啊！天哪，对，太会。他那个死都真的很霸气。真的加血，怎么就输了加血？输了加血，赢了就拿远古守卫而已。对啊，赢了反而没有很好，超霸气的。嗯，啊，你们那边放就是自己打怪，不是有打蜘蛛或者什么，有比较赚吗？有啊，有啊，东西掉比较多。蜘蛛好像三个蛋还是四个蛋，我忘记了。嗯，我们一开始都在打那个，我们全部都打，奇怪你们怎么都放一个其他的。嗯，然后尹优一好像是四个吧，我记得。对，尹优一后来比较好。四个吗？八个？哎，四个还八个？忘了。八个？七八个？七八个？嗯，很多。然后最后死斗，两个都不打别人。哎，我还想说你不打我，我直接扔怪，结果发现对，不能扔怪，要让怪打我，这样算了。对，那时候看跳死斗，我们刚好有集那个怪物弹，然后我就说杰克你只要不打，你可以死，但是就是坚持住，拖越久越好。好，让你们场上只有三个人。嗯，抱歉，我找他，应该就不会累格一点。哦，所以是因为那个的关系、啊，连闪那边有可能是连闪造成那个哦，因为刚会转卡，呀，卡一下确实。卡卡的又微卡，啊，这感觉人越多应该越好打了。嗯，因为你的经济量最多四次就差不多了吗？他说可以到二十人啊，二十了。可是你玩一次就知道，因为经济其实后期还 OK 啊，那你怪物量不会比人多，那你人越多的话，其实就很好打掉了，对吧？对，人少反而比较难，我们就没有观众场。我发现他不要推到，不要把怪推下去，什么意思？不然会机关会卡住。推下去？那只吗？小僵尸，你不要把小僵尸推进了洞里。所以是你们喽？没有，不是我怎么推啊？个人。不是啊，就是因为那时候那个央央在丢怪物弹，然后那个小僵尸跟在他屁股后面，然后我想说就挥把他挥死，他就掉进去了，然后就卡住了吗？
他就掉到那个水道里了。下面啊，他就在下面。然后一直叫，一直叫。救你！救你！我不知道会这样哦。捕捉成功。好，我们这一场那个生命点数少一点啊。好。啊。可是这样刚好一个小时打完了。好累啊，这个。哇。对啊。真的好累哦。手指超痛哎。十分呢？还是你们觉得多少？十分，行，可以。啊，刚刚几分？刚刚是12，好多哦。我觉得等一下的死都应该很嗨，等一下死都就没人想打了吧？哎、欸，所以他有那个吗？如果都不打的话，死都会那个吗？我觉得不会，就永远在中间，就是那永远就是三个三打三了吗？这么好，越来越多人在就看你想不想在中间啊？你的中间是下棋，我们可以测试看一看。我们最后很多人都在石头场啊，都被传进去，越来越多人。没放好这个，他等下会补饥饿吗？有的在下面的，对啊，什么东西？你做好啊 ，bug 啊，没有，强迫症啦，哈哈哈哈哈，大家都是老师，天哦，笑啊，那哦哦哦哦哦哦，那哦哦哦，那个测试过，没有打开看15这样子。你是另一排全部都在上面是不是？对啊，对啊，他就只那边变而已。这两个在下哦、，bug 抓到，严重 bug。好啦，那就来哦，随机分队哦，好、随机分队，分，哇哦，tape 还有真的，为什么他？对啊，为什么你是一？因为我刚刚把那个卡在里面的小僵尸杀掉。好哦，好行行，一不会影响多少，没关系，没你没。对啊，弄个100也可以啦，我可以服你。我是觉得可以啦。你讲没有？这样就所有人都100好了啦。开场可以放技能。可是那个尾鱼炸弹感觉还好哎，他就扰乱而已啊。智力测验也很。对啊，啊，智力测验虽然烦，可是你过完就有力量。对啊，啊，没过完会怎样吗？不知道，可恶。嗯，我看有听观众，所以我们刚刚双方都有通过，是不是？有啊，智力 OK， 应该要找按钮才对。茫茫怪物中找按钮，按钮超烦。Find a button， 超难。然后打架的时候还要按去按按钮，超忙的。啊，下来下来，走。拜拜。喂啊！你被拉下来了，我就想说你一定会想说不要下去之类的，我先拉你。蓝色而已，可以先拉再说。等下再看会不会又在中 bug。哎，刚刚因为团团超猛哎，我刚刚是直接无限的力量施加抗性式，那太夸张了，那应该是死亡复活的 bug。对，嗯，应该是 bug。死亡复活会有那个效果，可是很短。对啊。啊！怪物公司2.0 ，Go Go Go！开始，按钮，其实我们刚刚那队也没按， yeah. 然后后来还是被迫打。买，简单时刻，好，简单，人生好 peace 哦，好怀念哦。谁有蛋放上去？谁有蛋？我没有。有了，哇，小僵尸哎，小只的，哎呦喂，哇。我好弱，我真的打不下去啊！我跟你不想打，不想打了，不想打，我就我来玩个血的，十个换僵尸，对，十个换僵尸。然后后来我们是打算就是引诱引出来，然后本来是要换那个烈焰神啊，烈焰神感觉也不错，因为他有烧到你们。对啊，没有，我说我们家自己这边放烈焰神。你就射他，对，因为烈焰神才四滴血吧，还八滴血。嗯，他送八滴。那再来就是我有想到，我去看一下，我忘记了。好，嗯，我放箱子哦。好，思可
等一下一口气放 一些好了。好啊，啊，我们也要然后这样子来赚钱呢、啊，我们就可以再来。野生的怪物要出现了，野生怪物，我们再下几波啦，再放那个苦力怕。嗯，苦力怕，棒棒。欸、对啊，那思可我们就直接换我们的啦，我们换我们的啊，我们自己用啊，干嘛给对面赚、嗯？还是要蜘蛛？蜘蛛也行，蜘蛛帝都赚的蛮多的啦。对啊，对啊，因为苦力怕我们还没有盾的话，只是刚刚有个那个僵尸。我不是苦力怕，放心，我是苦力怕，我是苦力怕，不是，我是要说刚刚他们都在说谎，他们都在说谎。所以请问到底谁是真的苦力怕？我三十公分。怪物的名字，怪物的名字，我好像依稀有看到、啊欸、他们移动翼了，他们已经那么快就要赚了，要赚移动翼好像很好哎、欸，很好啊，下次干掉了、欸，他是自杀，好啊，所以他们有换无限攻、啊，所以要赶快，对啊，那我们就是换一个攻，然后用移动翼刷也是不错的，我也用移动翼了，好，那攻我换啊，啊，你换，赶快哦！那以后你就是交给你哦，一定要交给你哦。阿基阿基来了，等一下，快了，太色了！打掉了，一个斧头，防万一。放了。哎呦，小僵尸！哎、欸，猪队友，猪，掉肉，食物，阿基，以后你要准备哦。好。你换两个、哦，我又跟一个尤伊，换两个也不错啊，换两个不错、啊。对啊 ，OK 啦，可以啊，我要有心理准备啊。二十个赚钱嘛，不要盾牌了，看他们几个啊，我们就领先他们。对，我们不能输、嗯，他们才一个尤伊而已，尤伊呢？他们两个了。再一个，我们要放三个。玩死自己了，没关系，不怕。不怕，大不了两只弓箭手嘛。啊